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这个数了减掉这个数等于多少？我们知道先乘除后加减，我把这个先处理一下，这个是多少呢？这个是二分之三呢，哦，这是二分之三，所以这个是乘以什么呢？乘以三分之二。那现在这里哈有一个一二呢，三分之一哈可以抽出来。哦，这个一二三分之一可以抽出来，啊，乘以多少呢？一二二分之一减掉三分之二，一二二分之一是二分之三，减掉三分之二，那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我把它给化成假分数，三分之四啊，乘以多少？通分，通分是六分之九减四。哦，九减四是五啦，二得四，二三得六，所以是九分之十。哦，那它的导数多少呢？它的导数就是十分之九了。所以这一题哈，答案应该要选 D。